有三句要提醒我们慎重思考的话。你这病得很严重哎，不过还能治，但是需要很多钱。这是医院会让你倾家荡产的三句话。我们真的很同情你啊，但是规定就是这样，你还不了钱就得退房。这是在你雪上加霜的时候银行给你的三句话。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食物。这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健康专家给你的三句话。很多人的健康都是毁在自己的观念里，可以有人替你开车，替你赚钱，替你花钱，但是没有人替你生病。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只有一样东西丢了永远找不回来，那就是命。你想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他才会发现，哇，我读了半天，我还有一本书没念完，那叫做养生之道。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生命最后一两年，可能是花光了一生所有的积蓄，他可能是吃遍了所有的大量副作用的西药，或者再多开几次刀，然后留下了大量的债务给他的家人，给儿女，就走了。有钱，有健康，叫资产；有钱，没健康，叫遗产。如果你今天不养生，明天注定我们要去养一堆医生。可是可悲的是，养了医生有时候还不管用呢。那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他连养医生的机会都没有。阎王叫你三根走，绝不留你到五根呢。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董事长罗阳先生，他在凯旋归来这个辽宁舰上心脏病突发殉职，享年51岁。还有一位大陆亿万富翁王君尧过劳，英年早逝，38岁。另外还有一位全世界都知道的美国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乔布斯，也是英年早逝，56岁。他们都是最好的证明，那就是养医生不见得管用啊。你不注重养生的人，80%会把你所攒下来的钱，在你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年，可能很不甘心的就交给了医院。所以今天你的健康，不代表明天你还健康哦。那所以你要意识到养生有多么重要啊！在这个世界上，95%的人是病死的，只有5%的人是老死的，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病死的。每个人绝对不要去心存侥幸，盲目乐观。您看看今天在医院的人，可能昨天还是跟您我一样的心态，很多人不舍得为自己投资健康。但是有个真相你要了解哦，60%的家庭是因为疾病，那可能儿孙变卖了财产，然后甚至举债这个借贷来支付医院的庞大的债务。所以爱护自己，你就要减轻家人的负担。人生风景在路上，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关爱从自己做起。今天的凯伦老师说故事陪着您一起来收听的分享的是我们的中医博士江嘉梅老师。江博士你好。凯伦哥好，各位听众好。您刚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您的感想要给我们的建议是？非常的有道理，因为这也是我常常在跟我的客户分享的一段话。是，我说，如果你呢，平常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用，那么你留着这些钱到底要做什么？他们都会告诉我说，给儿女啊，对，他就是要给子女的。但是呢，这个给子女，子女会感恩吗？有些大部分都感恩啊，大部分是会感恩的。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是，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够去怪子女，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要过，都有他事情要做，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他生命阶段重要的事情。是，那么如果你生病的时间很恰巧在他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阶段，这不是为难了子女。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平常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记得，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你自己。
最好的食物真的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最好的药物，其实是食 物，就是食物，对不对？没错的。哎，我跟你请教一下，你们学中医的人哈，是不是很排斥吃西药？并不会。哦，那什么情况之下最好不要吃西药？什么情况之下多吃中药？比方讲，我讲的吃中药不是鼓励大家吃药，我是要请专家来分享。是药就是有三分毒，是吧？不要以为它是中药，它就没有毒性，就拿起来乱乱吃，把自己的身体当一个药罐子一样，这样子乱塞乱灌的。那个西药的话呢，我们不会很排斥，但是一般在急症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你哦。就离你最近的，而且你最信任的是什么？一般人的尝试比较多的是西医的知识嘛，是他们对中医的知识不是那么的了解，是所以非常多的人都一直以为说中医只能拿来做养生，没有办法做这个救病啊救命啊这样子这么急症的工作，其实错了。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华佗啊就已经有开刀手术的这个案例了，是那么这个手术的案例还是从他开始的呢。那所以说我们因为不熟悉，所以产生了这个排斥感。那我们也不要忽略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东西，你开始产生排斥的时候，即便它是仙丹妙药，到了你身上无用，起不了作用，因为你每一个细胞都在反抗它，你每一个细胞都在跟你讲说，我这时候应该是要去开刀啊，我这时候应该是要吃药啊，是你给我喝这些汤汤水水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看到了没，心灵的暗示有多重要。那既然心灵的暗示是这么重要也这么有效的话，你平常好好的时候不会多做心灵暗示吗？怎么做呢？对自己告诉自己，我应该要顺应天理，我应该什么时候起床，跟着太阳的作息起床，我什么时候该睡觉。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就是知道九点我要开始休息，十一点最慢我一定要躺到床上去睡觉。这是我们到了这种中壮年的人很奉为圭臬的啊，奉行不已。你看现在小朋友哪个给你十二点睡觉上床？为什么中壮年会奉为圭臬？因为感受到了，对，因为身体有状况了，对，有警讯了，所以是不是又悔不当初了？对，又早知道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你周遭的朋友，我们认识很多音乐大师，为什么总到了壮年的时候就走掉了？对，所有的并发症变到癌症，变到肝硬化，人生正美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日积月累的耗时耗力？对，跟天地循环相违逆的过日子，没错，你抗天而行，抗天而行的话一定会有礼物送给你的，那么这个礼物呢未必是你可以承受得起，是你现在所赚的钱，你到你老的时候呢你未必倾家荡产都能够救得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让你写一本天书，让你知道说我这辈子我让你自己去规划，老天爷让你自己去规划，你想要多少年赚钱，多少年用你赚的钱来吃药还是吃食物？吃食物吧，当然没有人想吃药。对，那为什么最后95%的人是拿来吃药呢？因为身心灵的失衡，失衡了。对，身心灵失衡了，因为计较，因为得失，因为在意升迁。那请问一下江博士，我看到跟你的聊天过程当中，你又是化妆保健公司的一个总监总经理，你又是一个中医药学院的一个博士，到底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早的一个梦想跟规划？起初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只是就女生爱美，喜欢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就为了自己打扮，是自己打扮，然后就想说哎，这个好像是个蛮不错的，又可以自己美啊，又可以赚钱啊，于是就选择它做一个职业。选择什么？美容保健。美容保健。okay, 这个你做了多少年？做沙龙我到现在应该是算24-25年了。对一般不懂的人，他们不了解什么叫沙龙。哦，对，沙龙的话呢，在台湾大家就比较清楚，就是美容院。美容院就是一般我们去做护肤保养啊，按摩啊 ，SPA 啊，这种美容院这样。那中医呢？又是你的一个什么梦想呢？到底中医是因为我在开这个美容院的当中，我看到许多的客户，他来的时候，因为他会跟我们聊很多心事，是包括他家里 的有的服务业最大的倾听者。
就是最大的倾听者。对，于是我们听到了很多真正的声音，真正的需求。原来这些需求并不是单单一个外表的美丽它就能够满足的，是它需要的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健康由内而外的供给。这种供给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这个好的身体呢又要有好的心灵才能够维持下去。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呢在日常的时候，即便呢他不来我们这里做保养的时候，他也能把我们做保养的这个效果继续维持下去。这是我刚开始入门的时候的一个起心动念。是，那么就想到了食补。我就去研究中医的这个食补。这个食补的部分呢可以起到他们在家总要吃饭嘛，那吃饭的时候改个东西吃而已啊，是不是就可以让你 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啊。是，就从这里入门。然后开始看到了一些中医的书籍。中医书籍里面告诉我们药补不如食补。是的，那么食补既然是最好的最上品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一个东西是山药嘛。对，山药，对对对对，它是很好的一个滋补脾胃的。你看它白色对不对？是，白色这个东西在五行里面呢它就是润肺的，补肺的。是，那么对于一些抽烟啦，对，咳嗽的人啦，有气喘的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山药。山药，那么它是不是又滑滑的？对，滑滑的它又很润肠胃。 对， 对于便秘的人以及胃溃疡的人，还有呢就是胃食道逆流火烧心的人，它又是一个很好的入脾胃的一个食材。还有呢这个山药呢除了白色还有它很润滑之外呢，它既然补肺它属金。我们在五行里面肺属金，那有听过金生水，对不对？对，如果在这个五行的金很强的时候呢，金就能够生水助水。水是什么？水就是肾。而补肾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冬季。所以呢过年大家是不是要吃火锅？那么我就会建议每一个人呢，家里的火锅可以放一些山药。而且最好的山药是什么？铁棍山药。什么？铁棍山药就是野生的山药。你到这个中药房啊，或者是这个卖药材的这个地方，去跟他讲我要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对，棍子的棍，棍子的棍。 OK， 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对，这个呢就是药食同源最顶级的一个山药，补肺跟脾胃会滋补得很好。没错，我们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难得请来的嘉宾江家梅老师，博士老师特别点的这首歌曲。哇，你会选到范玮琪的歌，好久没听到了这首歌曲。对，范玮琪的歌其实一直都很励志。我也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他给人的正面形象呢，他就是非常阳光。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心灵如果充满阳光的时候，他对任何事情就充满希望。即使你是有病的人，那么你在一直不断的暗示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的生命是充满希望的，我是明天是灿烂的。是，这种暗示比你吃任何药都好。来，接着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好，我们今天难得请到的嘉宾江家梅博士特别点了范玮琪的这首歌曲，2008年的这个作品《最初的梦想》。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
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会回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我们听到的歌曲呢，这首歌曲最初的梦想，范玮琪的歌，是我们今天特别请来的嘉宾江嘉梅博士特别为大家选播的。我看到你，我就想到我们歌坛有个歌手叫做叶寇啊，他也是到内地去拿到了博士，然后回来贡献自己。我那时候也在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那么会念书的人去念博士，是不是你的专长呢？因为他其实是东吴的英文系的高材生，他转到了博士，现在等于悬壶济世了，在台湾唱歌对他来讲变成副业了。所以你最早的梦想是想学医呢，还是纯粹走的是美容呢？最早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美容。那现在呢，因为念了中医之后，也渐渐的对他呢开始产生了很深厚的兴趣。后来发现说，我念了中医，我考了这个中医师的这个执照，我如果来执业的话，那么我要放弃我原来喜欢的这个工作，就是研发这个美容保养品的。是，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结合起来？于是我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很少听到人家把中医跟美容结合在一起。其实呢，真正的美是由内而外的。是的。那么从养生、养生这两个同时并进，然后最后才到达外貌的这个部分。一个是身体的身，养生，对，还有养生生命的生。对。这个生的话呢，不只代表你对生命的看法，你对生命所下的这个定义，是，还有就是你对生命的态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中医里面教了很多的哲学的这个东西，儒家的思想，中庸的这个道理，
在中医讲的比较讲究平衡中庸，当你能够平衡中庸的时候，就是你一个循环是顺的，就不会生病，你就会顺天而行了。个性是不是影响到身体？当然，对不对？一定的。个性太急的人很容易病迸发什么的毛病，心脏是不是？因为心脏比人家累。哦，对，然后也很容易有所谓的心肌梗塞。对，你急嘛。或者是我们说前阵子那位女艺人，就是那个叫什么，她脑溢血。哦，这些是不是跟心血管有关系？一定的，而且这个至少都是5年以上，他才会产生这样一个突发的状况。你说任何一个脑溢血迸发的人是酝酿了5年的一个危险期。对，那我们一般朋友我们怎么知道呢？尤其现在新春期间搞不好大鱼大肉，就是好像离不了桌，不忍心不吃，这是你的建议。其实每天呢，你的身体都有给你警讯，但是你都选择忽略它。是，比如你没有睡饱的时候，你头会不会胀胀的？会。那么你有没有找时间再把它补回来？有些人都疏忽了。对，而且就算你有时间补，当你年龄越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像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了考试通常都会熬夜吧。是，对。那但是第二天睡一睡就好了。对。可是现在呢，你过了35之后啊，你很难睡一夜补回来。对，要睡多少夜？你睡7夜也补回来。对对，这就是年纪。对，因为我们的荷尔蒙新陈代谢到25岁之后开始往下走，最高峰就是25岁，所以所有的身体如果先天不良的，你在25岁之前，你都还有机会把它补强，到25岁之后，你就开始固守江山。现在说不定有一些开着车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时候又是一个大吃大喝的季节到了，过年了。好，那你会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过年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高脂肪的这个东西，还有高糖分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少吃。如果不能忌口的话呢，在你吃这些东西之前，我们可以平衡一下，比如说绿茶类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跟脂肪啊可以做一些平衡，是吗？对，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说我已经有喝绿茶了，我已经有喝普洱茶了，所以我再来吃这一些就没有关系了，不能百无禁忌。当然不能，只是一个平衡而已。对，只是说稍微补一下这样子，让你 balance 一下这样子。那么在过年的时候，坚果类的东西，核桃啊，瓜子啊，好吧，它是好东西，但是记住，一天所有的坚果加起来不要超过一个小汤碗的量。什么小汤碗？我们吃饭不是有一个装汤的碗吗？对对对对，那个比较小。对，一天所有的核果，瓜子也好了，核桃也好，不能超过那一碗的。超过那一碗就怎么样呢？超过那一碗的话呢，脂肪过高了。胆固醇也过高了。它虽然是好的，胆固醇有分好的坏的，过量都不好。好，坚果类不要超过一个小汤碗，还有肉类啦。好，那我们吃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吃饭一定要遵守一个大原则，米饭还有面类是主食，那么主食要多吃，然后再来就是肉类、蛋白质这些东西是副食。可是很多怕胖的朋友几乎在米饭每天几乎可能只吃一碗，对，或者不吃。其实呢，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即使你吃了满满一碗的米饭，你吃得很饱，它的热量只有250大卡，可是你吃了一片牛排，它是1200大卡。哦，这样。对，所以你吃肉可以饱一整天。哦，你吃一碗米饭，对不对？它有氨基酸的这个成分，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米饭才是对我们来讲是真正的主食。哎呦，你这是新观念呢。我不是不接受，是因为现在太多减肥的人都不吃饭了，这是正常的。那今天在压轴的一首歌，你怎么会选到这么年轻的周杰伦？杰伦作词作曲的《稻香》这首歌跟米饭有关系吗？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呢，其实让我感触很深的地方在于，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客户是这个客户呢，他们就是我们听过吧，北漂，这一漂漂了10年，漂了15年，为什么要这样子漂？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台湾人吗？不，台湾也有，他们当地的也有，内地的也有，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在他们的，比如说他的原故乡可能是山东，可能是四川，都飘到北京去。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那一边发展？就跟到台北市来发展一样。对，没钱不能回家。过年了，
他们可能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但是他们现在呢还不能回家，嗯，有些人是因为没钱，嗯哼，有些人是因为我没有功成名就，所以我不能回去，嗯，那我点这首歌最主要的意义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呢你心里有伤痛，嗯，你应该休息好再出发，嗯，而这个休息最好的最棒的地方就是家，哦，你应该要回家。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博士生，而且他是一个博士跟一个化妆保健的一个专业人呢，江嘉梅老师。他不管点的歌曲跟说的话都是要告诉大家身心灵要平衡，无论如何没回家也要回家打个电话，回你自己家，打到你的老家去问候一下家人，让你这么一个新的年度当中可以过得更加的平平安安。谢谢江老师，江博士，下次再见，谢谢凯伦，谢谢各位。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睡着了。